Tiger 之 A。回血，我们伤害够吗？这还不出来啊？不是，你这么稳吗，兄弟？你是最后再出来这样吃经验吗？真直接第一时间吃啊！这么有细节吗？死！闪现亲人，不要犹豫，接满两瓶。天使有点东西，但不多，应该不是小的。这小的不带点燃，带 TP， 这么卡吗？日历的剑，哎呦，谢肥肥送的血瓶啊，我就不用买药丸。我又没压力，买药就没必要浪费钱。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这个问回家，如此不自由的风格，买睡睡。吃药吗？吃药。我怎么点？你还要跟我换血？你生怕我约不了你是吧？哎，要被我换血。哎，你来了，你个四级小龙女。哎呀，哎，他这跑得有点快啊 ，W 加速。他的 W
加天使的 W， 两个 W 加速，还有天使的 Q 技能减速，追不上了。天使的人头，他之前还打不够，他六级，他过来上当直接闪现，他是六了呀，他六了，快点，自信回头，别人有屏障了。自信回头，这小伙子还是太年轻，不够细节。他不怕这个维鲁斯有屏障，直接回去。爆宽，死了，动不动我的伤害呀、啊。又搁这卡行，你慢慢卡，我去中路吃塔皮。
叫啥颜色啊？大招都还没反，大招 CD 很久，估计，哎，150秒，160秒。真还出 AP 维鲁斯，对面5个 AP 的，虽然天使出 AD， 但是他也有 AP 伤害，对面5个人都有 AP 伤害。对面 AP 这么多，真的还要出 AP？ 这大眼怕了呀，这天使有大的。回家进货，都是 AP， 直接出魔幻。你好，不是，这空这么久，我这有30韧性的。你要过来吗？1、2、3，你好，哎呦，跑得挺快，跑就好了。你凭什么还敢回头 A 我呀，兄弟？你不会看到我没 W 好欺负吧？斩杀，没斩杀到。差一点，我都没 Q 到他。还追？还追？还追？不会以为我怕你们？
还不投吗？不过死亡之舞能一打五了，最后一波直接吃个药，穿甲剑姬不厉害，正常出装肯定是出半肉的。还搁这 A， 回血，你们伤害够吗？拼打 Q， 一 v 五的，极限锁血。差点我被秒了，我没被秒，他们五个全死。极限锁血。